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。SOGO 日本九州美食展将于即日起至7月8日隆重登台，汇集了日本各地共89家人气美食及经典工艺品参展，其中有50家初次来台亮相，另有19家实演，预计12天档期将创造3500万元业绩。 SOGO 首次以九州美食为题，邀请职人们亲自现场实演，初次登场店家包括大分、别府28旺时的角煮馒头、大分、吉吾带来第五届炸鸡大赛最高金赏寿场炸鸡，以及福冈、中山食品快卷烧、味博多的日本祭典美食，也是崭新的大碗烧，单手就能品尝，可边吃边逛。必尝美食还有用鳗鱼蒸饭做成泰卷寿司福冈、福泉糙鳗鱼卷。甜点方面，大分、居家的创作果子铜锣烧，打破人们对铜锣烧的想象，将布丁、起司大福、蛋珠汽水、枣盐奶油四种口味入馅，而日本百年名店则推出必尝的福冈如水安柱子饼，使用上等黄豆粉搭配黑糖蜜，入口后香味四溢，吃过让人念念不忘。日本工艺方面，此次由日本各地职人带来手作艺品，以传统技法创作出流行工艺，将迷人的传统文化以全新风貌呈现。现场可以看到各式各样职人巧手制作而成的工艺品，如三味线、铜版画、包款、项链、胸针等饰品，手工伞及手作捆杯等。有趣的是，这次还有首度登场的东京三贤司带来充满趣味的迷你三味线组合，可亲手组装自己的三味线，可弹奏，可观赏，一组2700元。大分别府28旺时角煮馒头一份100元。SOGO 提供大分吉吾炸鸡100元100克。SOGO 提供大分菊家创作果子铜锣烧布丁一个120元。SOGO 提供大分汤布院五味门草莓大福95元60克。 SOGO 提供长崎西善治果铺五月100元140克。 SOGO 提供佐贺 ROSE Terrace Spark Rose 玫瑰碳酸饮料180元200毫升，售价720元500毫升。 SOGO 提供